4月29日，2013威霆华美视觉艺术展在草莓音乐节上拉开帷幕。杨幂作为品牌代言人出席了活动，在一真一幻的魔镜舞台秀中，杨幂一身白色长裙惊艳亮相，表现堪称完美。不过近日网上有一张杨幂被 PS 成近2米长的大腿的照片，遭到了网友的猛烈吐槽。对此杨幂也首次做出了回应。那个因为当时拍的时候摄影师是在很低的角度拍的，所以可能拍出来会有一点点失真，但是我觉得大家一笑就好，我自己看到也觉得有点莫名其妙。近日由赵薇执导的《致青春》上映首日便取得了不错的票房，而由杨幂主演的《小时代》也很快将要上映。对于自己的票房，杨幂也表示很有信心。我觉得这次还没来得及去看《致青春》，但是特别想看，因为大家的口碑反响都特别好，所以其实对《小时代》其实还挺有信心的，因为我觉得会拍出年轻人的态度吧。优酷娱乐播报，北京报道。